现在主要靠线上网络平台和线下批发销售，产品已经卖到了全国各地。每天凌晨两点开始熬糖，每天能做400-500斤。滑糖环节至关重要，经过充分拔制，糖浆会有多个不一样的气孔，像我们家的糖5个麻花孔，跟别人家的不一样，所以做出来很酥脆，外面裹上一层沾好的芝麻，吃起来又香又甜。我每年都来这个批芝麻糖，每一天来这个批这个100多斤糖，每一天我都有那买完了，觉得糖特别好吃，酥又香又好吃，这个两三个月能够达到几千个的收入，非常不错。